这个游戏好累，别碰我，每天都是一样的，我要给你们上一课，惹我是个坏主意，自己玩你们愚蠢的游戏。绿灯，红灯，加油伙伴们，我抓住你了，你还好吗？去吧，我们要赢，守卫，我们为你加油。这香蕉皮，你有这个失败者，看他摔倒的时候太有趣了。你得到了一些橄榄油，祝你好运，玩家198号。这太滑了。你看到了吗？多么棒节目，我喜欢这个频道。你有糖果吗？我可以要一个吗？我也想要糖果。我没有了，但是我知道去哪里买。把小猪端过来，伙伴们拿吧。哇哦，好多零食，这都是给我们的吗？可劲儿吃吧。哇哦，我吃饱了，我感觉很糟糕，我不能动了。谁把柠檬水递过来？啊不！嘿，守卫，我在这儿，请你把柠檬水递给我好吗？谢谢你，哥们儿。等一下，你可以挠我的腿吗？哦，你是最棒的，谢谢。请注意，零食银行。就只有这么多吗？只有一个糖果吗？谁需要它？我不要。糖果会是我的。啊，我的额头，我的脑震荡。你的任务，我该做什么？已经切好了。啊，我的牙齿。嘿，这什么？这你的牛奶。对的，牛奶和饼干是绝配。我该怎么处理它？切开，用剪刀。这给你的电钻，谢谢。我有一把锯，我怎么用它切出我的形状？我在看着你们。我没有更多问题了。看，我做到了，这我的三角形。嘿，你做什么？我的三角形。Oops。这什么气体？我睡着了，睡个好觉，小家伙们。希望你们梦想着获胜，我们会给你们读一个睡前故事。睡觉，晚安，宝贝们。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玩家们，准备好吸入气体。什么气体？臭气啊！现在是闹钟折磨的时候了。醒醒！关掉闹钟，我们醒了。你们要继续睡觉。打开闹钟，醒醒，睡觉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看，太有趣了。醒醒，求你了，别再折磨我们了。你想自己试试吗？打开垃圾箱，不好玩吗？现在我们把可怜的人叫醒吧。我可以整天做这个。这守卫室，耶！他们走了，这是他们的错。
这里有什么？盐、胡椒和塔巴斯克辣酱。伙伴们，告诉我整首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加入盐、胡椒粉还是塔巴斯克辣酱？在下面写下评论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个咖啡太恶心了。甜心，你累了吗？我们会帮助你的。喝点水，放松你的肩膀，我帮你。哦，这太棒了，手位会处理的。拉绳子，耶，我们会赢的。我们会为了我们的胜利而拉。我的手指擦伤了，我拉住了，用力拉，我们必须赢。他们怎么回事？这很无聊，我们加快速度。点蜡烛，快烧了！那是蜡烛吗？但是它会烧掉整根绳子的。嘿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看到了吗？他们真是失败者。你想吃棉花糖吗？扔进圈里，行。哎呀，我做到了。东向球，我掉了，这太棒了，你击中了圈儿。这你的球，你必须打那边的那个圈儿。天哪，鱿鱼，帮帮我！我没扔进去，把它扔进圈里，这很简单。嘿，这不公平，你必须瞄准。倒霉，宝贝们，睡觉的时间到了，去睡觉。这是最好的部分，夜晚的派对。呜呼，和我们一起跳舞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睡觉时间。鱿鱼派对，咪，大家请注意，该睡觉了。好的，再见，伙伴们，晚安。天哪，是他们！ Hello. 起来，失败者们，床是给守卫的。你们要锻炼，继续。日出前做200个俯卧撑，你们都太弱了。我累了，伙伴们，代替我。这是我的替代品，你们可以解决的。什么？这新娃娃吗？转身，换个地方。那么，你们中的哪一个是我的替代者？我糊涂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还记得新娃娃在哪里吗？1号、2号还是3号？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你的答案吧。我们的房间里满是灰尘，我们应该做家务。你叫家政服务了吗？我们来了，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。我都打扫干净了，嘿，为什么垃圾在这里？又乱了。What？ 这里发生什么事？把这个也打扫干净，非常感谢，我可能会永远打扫卫生。动起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大家可能都忘记了。这什么声音？这好奇怪，有人在那儿。
惊喜哦！生日快乐，卡罗琳！这都是给你的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菲尔，醒醒！今天是萨曼莎的生日，我们给她一个惊喜。生日快乐，萨曼莎，许个愿。哇哦，这给我的妈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不能吃甜食，把纸杯蛋糕给我。愚蠢的面具，好的，你可以吹灭蜡烛了。别担心，萨曼莎。哇哦，这是给我的礼物吗？别碰它，这是给我的伙伴的。生日快乐，呜呜，生日快乐，那么圣诞快乐，生日女孩。诱人，啊，哦不，有只大鱿鱼，待在里面吧。哎呀，真是个怪物。之后我肯定要去洗手间。泡泡板还是泡泡乐，我们应该选什么？多么艰难的选择，我不知道该选什么。嗯，哦，我可以玩你的压力释放器吗？拜托。嘿，你要去哪里？泡泡板还是泡泡乐？他昏倒了，我们开始除颤吧。电，新鲜的空气。这里是所有的压力释放器，不要再紧张了，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，我受够这个了，我们想离开这个游戏，我们要投票，去吧，按按钮，两个按钮都是为了留在游戏中吗？这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又上当了，按钮是一样的，没有不同。看着镜头微笑，哦，卡罗琳，你太美了，我们给你和你的朋友拍张照吧。看着镜头微笑，恭喜斯凯，你得到了一份礼物。哇哦，谢谢，多么棒的惊喜！照片太酷了，看着镜头微笑。更近点，试试这个，失败者下一个。看着镜头微笑，更近点，更近，击倒，啊啊啊！你真是个失败者。里面是怎么回事？恭喜你赢得了礼物，马上拿去。是棺材，我们的宝贝们要完成这个游戏了，好难过。这是你的文凭，斯凯，你正式从这个游戏毕业了，恭喜。我们拍张照，我们会非常想念你的。合影，游戏结束了。游戏终于结束了吗？没有更多的任务了，或者粗鲁的守卫，我们要自由了。失败者，走开！再见，我们要走了，我们不会想念你们的。天哪，我们在哪里？哦不，又是第一个任务，一切要重新开始了。救命！